迄毋是迄第八个是无并无走，迄是一款哦失望的感觉，感觉伊已经出车。若讲第八已经走，啊，这个人一定爱练去，规身躯练去的，绝对是爱安尼去。所以若入定，入定了吼，是毋是讲诶，这个第八就走去对人无？第八完在，只是迄个见吼，嘿，咱要去的所在。所以毋只，毋是真正第八走，第八走这个人来。所以立定了第八有走无？无走，走去了了，身躯一定要必练，练的吼四大部分准备解体，所以伊要爱去，不管吼人咧讲因灵魂出窍也好，还是讲咧入定去哪里也好，通通在这里。会记的，诸事所缘，为事所现。所以有的人对这知见，无多清楚吼，拢会吼。才听，啊对遮，遐听对遐，家己也无，无主见。所以修行人一定要文会具足，哦，较袂有迄落颠倒的见出来。决定不再回来。有啦，迄、迄个、迄具足神通力的，可能我懂，凡夫我懂，凡夫也有电波要哪走？你想要走，伊就唔走。因为第七、第八啊，第八你也无多注意。第八是讲你想要走就会当去走。啊，若安尼哦，我即摆若中风，啊倒伫门床顶，我足苦的。我是毋是咱固定赶紧来走？那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迄个爱有相当有神通力啦，有诶力量啦，对无？迄也有可能，凡夫我懂。你哪一个倒门厝倒久诶吼，还是讲迄当兵吼，活袂好势，啊走袂去吼，啊有来请教讲啊，当兵安尼是安怎？吼，妈妈发书包嘛，那我甲你帮忙。好，我帮忙去做固定的用，但是吼、有两种情形会发生吼，我会先讲的，若是好开就是紧走，啊，就叫消啊才会走，叫无消要走的，伊都唔互你走啊，冤孽都唔互你走、啊。就是做不了主，唔只系麻烦，啊，无咱都袂使变来。咱若我咧做得了主，咱中英的做得了主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活着的人如果做得了主，中英也可以做得了主。中英怎么会不小心跑到这边？就是做不了主。哦，对啊，啊，所以你都爱修到做不做的，就做不了主啊。你都不是不做，做不了主啊。
所以你也当你也当请我注视久一点，安尼看我多哪发古，还是我多。那欢呼做不了主啦，好可怜。然后做不了主啦，是爱靠帮忙，靠着请幻想甲帮忙，帮忙讲啊，我甲你做，我做功德甲你回向。啊，你若不是真好糊涂吼，就是爱紧吵。无迄绝对甲你拖到你走袂去，我也话袂好势，走袂。为虾米报仇啊？讨债啊！再来，所以比丘啊，若比肉眼肉形啊，若内若因缘，轻飘动摇。是名受，是名的眼肉行内风界，也就地水火风四大种，坚湿暖动性是四大种，地水火风是四大，一个是尘，一个是尘啊，一个是根的受。所以这是根尘来，啊，从哪里发展出来？从色根名，就是名色，名色，从色根名发展成为四大根四大种，所以由名色发展成为四大根四大种。下一段，比丘，譬如呢，两手合合相对作声，就是安尼啊，产生声音，所以根跟尘就产生眼识，拍鼓啊，啊有声出来，所以色就是根跟尘合合产生识，出来，所以如是呢。眼眼跟色生眼识，三识合合触俱生受，跟想受心所想心所跟思心所。所以咱常常听到什么思想，什么主义啊，三民主义思想，共产主义思想，马克思主义思想，资本主义思想，帝国主义思想，这都跟这有关的。主义代表第八，思代表这个，想代表这个，其实是六七八让我们有主义思想。这世间有足侪主义思想啊，问题就是讲，你若控制了无好势哦，天下大乱。这主义思想哦，好会很好，不好的话也是相当恐怖的。所以三改迷信哦，万法迷信，迷信，都嘛是爱归咎到佛法上。那这世间哦，一切不离佛法。再来，此等呢，诸法呢，非我，非常。为什么非我虚妄的呀？那你真呢？为什么无常呢？因为性空啊。因缘和合有啊？哪些因缘呢？根尘是因缘和合有。希望，
是无常之我，非恒非安稳变异之我，所以者而比丘，因为它就是会带来什么生老病死苦以及什么受生，所以一切恶就是有法，有法就是什么生死，生死就不离的忧悲苦恼苦地，来下一段，比丘。诸行如幻如焰，刹那时情尽朽，所以磨了很久的、哦、不是时有来去、哦、为什么？是因为有形色，你也刚刚有来去，因为来去的也是恶法，无这无那个中阴的。